Hello， 大家继续绝对玩 The End， 今次翻到嚟咧就要挑战呢个联盟啦。咁挑战联盟之前咧，就其实想侦察兵一下啫，即系调查一下，亦都系作为一个探物，睇下佢哋啲队伍系点样样啦，睇下佢啲队伍系点样排法，亦都系咩属性。我暂时完全乜都唔知嘅，就入去睇下啦。好，睇下讲嘢啦。另一个入口系通往四天王嘅房，佢哋系非常之劲噶，入咗去咧就冇得再翻嚟啦。最好准备未？相信自己攞咗勇气前进啦，唔使冇得大又冇得大药啦，会有药喺身喎。诶、欸，好多委员会咧规定咗咧，联盟挑战者携带一切嘅药物啊，禁止携带，只有树果可以使用嘅啫。请你清空背包一切药物再嚟。佢少咗个字喎，佢，唉，又俾人禁咗，又唔俾人食药入场，净挥电脑整理携带，咦唔系喎？点样话？呢、這个？诶、欸？点样放到佢啊？冇得放到佢嚟噶？搞错啊！之前咪有得放到佢嘅咩？道具咁即系呢个唔攞得啦，万能药得啦。OK， 试试下，师傅先，一费事烦。啊！英雄口硬无耻大上，就笑。诶、欸、，OK 啦。信任自己，攞出咗嘅。好，下面有个精，有个护士喺前面。诶，做咩啊？欢迎你到精灵联盟，我名一树，中意周游世界咧，专注于超能精灵嘅修行。依然咧，受到呢个委员会邀请嘅担当四天王，作为咧考核训练家嘅审核者咧，我系唔会手软嘅。好，超能力啊，接下第一个。好，应该80零咩？定60啊？啫 ，OK。好。睇嗰款都系超能力嘅啦，佢哇写身座，哇唔系啊嘛，我仲谂住佢系用超能力添，哇黐线嘅写身状都有嘅，大镬写身状嘅话，啊只钢料出嚟会好啲嘅，得钢料啊，好，宝石星啊，宝石星嘅话佢应该有急冻光线呢只啦，条狗。地震啦！精神干扰啊！顶住顶住顶住！系 OK OK， 哇，其实 OK 喎，都有啲机啊。不过沙内朵主要有可能有能量球啦，有超能力技啦，仲有暗影球啦。好啦，其余我唔知系咪佢咁配啦，或者可能配冥想都未定嘅仲有。咁啊，照用紧支球打喺度。我扣咗一半啊！哇，扣晒喎，三万五百。哇，好波 ！Hello 哥，艾露雷朵，超能力飞行就用钢鸟打，超能力飞行咁应该用格斗打我钢鸟嘅，系咯，我谂空前近拳击，冇啊 ，good 啊，走一头先，走一走先，唔好讲笑，好，之后我哋用 Hello 哥，佢系超能力格斗，咁所以我用鬼打 OK 嘅。鬼打，光衣背即系太阳衣背啦，太阳衣背嘅话就照用黑老加啦，黑老加，影子球，我一半就扣得，真系阴功。之后就用雪纹啦，扣得，精神光耀，搞掂。天然鸟最后一只系，都比较难搞。天然鸟咁嘅阵容而家。咩恐怖之处啊！睇唔到我充电嗰时唔使啊！我冇带道具啊，冇偷佢道具先。生命玉唔系话佢有超能力技，咁样嘅话我放只地震先咯，又系唔系地震？放冲浪喷波啊！哦，玩完奇花未必死嘅，我谂催眠唔好死住啊！大家都系60咩噶？哇！冇有命中，我的天啊！热风添啊，仲唉咁玩完啦，热风啊 ，OK 喎，其实作为联盟第一个联盟，其实都 OK 嘅，打得唔错。我呢度5隻都系咯，都 OK。不过唔知道后面系咪咁啦。第一个就比较 OK 嘅，可以有机会嘅。好，玩四天王嘅时候就系要偷嘢啦，又偷一个命玉翻嚟啦，真系开心。好，呢个系咩嚟噶？系咪传送啊？哦，可以瞬间移动，但系大家都识飞啊，所以佢都觉得寂寞。得
翻零蚊啦，已经呢个乜水，输咗就要重新开始。点解成日挡住条路咧？佢好，睇下先呢度佢用写身状嘅，咁我唔开剑王啦。哇，唔系啊嘛，又嚟呢啲嘢，又系呢个套路，转重。咬佢！艾露雷朵用干了啦，系啊，冲刺，冲刺，系。哈鲁加用指示球，争啲闹嘢，争啲用错技啊！宝石海星就用翻地震雨啦。奇奇异花应该都得，啊唔系，佢有超能力喎，争啲做我蠢，哎，开错技。冇死住，冇死住，冇死住！佢开超能力技，黑老家，哇冲落，死佢！伊贝，照用啦，冇办法。我头开得唔好，玩完啦。今场窄啲，窄少少。哎，好啊，惊啊！沙奈朵又系超能力系。抽佢嘢先，气息腰带 ，OK 喎，撞佢，天然鸟啊，最后一只，咁就奇异花啦。嗱，唔好唔中啊，催眠粉，喂，唔系，你又背心，哎，仲好啊，好啊，起身仲点？光啊，冇醒住，哎，好靓呢下，佢咪解咗寄生种子啊？点解冇吸到嘅？我头先冇睇到，避开咗攻击，点解嘅？我冇睇到啊！头先，快去睇嗰个咩？定系佢有嘢解咗啊？我状态，冲浪啦，冲浪 ！Oh my god！ 咁即系一定要即刻杀咗佢啦，唔可以放咩寄生虫子嗰啲啦，因为分类搞之后走咯，唯有。佢会写身撞真系劲到黐线。好，沙奈朵嘅话就用翻黑老家啦。沙奈朵，开错技啊，都 OK 啊，分四分。哇，唔系话咁都唔死，我死，有冇搞错啊？宝石海星，咁啊大镬啦，宝石海星，几真住。地震，我玩完啦。哎，咁都未死啊！不过已经冇用啦。我唔够佢哋快呢度，大部分都唔够快。走到，雪文用头盾，天然鸟啊出天然鸟啊就奇异花啦，催眠，分啦，靓啊！好醒住，冲浪定剑网好呢？冲浪定剑网好呢？攀木宝，唉，空刺冇啦，偷命玉，哇好啊，太阳衣有机，好有机嘅，空刺过未？力量宝石啊，嗱，顶住啊呢下，唔知顶唔顶到啊，其实。应该都顶到啩？哎，顶到 OK， 哎，搞掂第一个天王，好有咁嘅程度嘅实力咧，毫无疑问合格嘅。但系要达到顶点咧，只有不断战斗一头，继续持续就会有试炼嘅。哇，几好喎！咁就佢可以俾你自己喐喎。虽然咁样俾佢局限住我行路嘅方法，即系行路嘅路线，跟住下一个即刻打啦，又唔俾人缓冲。原来系咁嘅意思，就系四天王阿吉系现今仲存在紧嘅忍者，要同在下战斗咧，普通方法行唔通啊！我会施展呢个嘅幻术毒术啊，正所谓变幻之余嘅怪异特技，哈哈哈！我今晚你通过咁多咧审查，都睇下你嘅战术啦，都比较麻烦，大佬。哇，干鸟啊，一嚟就干鸟，佢应该就会掉钉啦，我谂佢砖啊，正法都系 OK。紧鬼啊！
緊鬼就係地啊，唔係唔係，毒鬼就話超能力，超能力鬼同埋蟲啊，蟲好似唔係，佢係毒嘅話就怕地，咁咪浮遊咗就冇地，咁咪召喚地震魚啦，你召喚地震魚啦，嘅衝浪，億萬吸收，我啲天啊，億萬吸收啊，整個 Hello 加出嚟先。影子球，癫鬼啊！嚟翻鬼火，个鬼火你咪，我未惊过啊！而家先正常吸收噶嘛，系咪？影我点啊？啊！哇，好波啊！他字幅啊，他字幅就系毒飞行，毒飞行就系怕水，怕石头，怕岩石雷击，岩石同雷击两招。咁我用过尿咯，空切过尾，过尾咯，过尾咯，粉都满啊，减一半血，热风仲减咗，烧伤咗啲，唔得走，得唔得？我走唔走其实好死嘅，老实讲，因为我一出嚟就会烧伤咯，冇记错，状态系一出就烧噶啦嘛，咁打多一拳先咯，空背零 ，hello 噶，喷火。毒龙揭啊！地震剑舞啊 ，OK 啊，咪剑舞咯。替身，哇，咁都顶得住哦、啊，系犀利喎！呢度用喷石火焰啦，地冻唔怕，唔会半眼喷石火焰得。巨钳螳螂点啊？应该系抗火过啦，即系两倍啦。啊，一下死啦！得我精灵喺度拜下阵，我嘅试验已经完美达成啊！好啦，去下一个进化啦。等我帮你回复啦，你的精灵回复好啦。格斗系啊，我四 D 王嘅自爆，我相信咧，我哋所有嘅可能性嘅不断锻炼自己咧到极限啊！面对咁嘅强大精灵，你觉得自己有几大胜算？似乎冇感到畏惧，你嘅表情唔错啊，咁先值得咧测试你嘅实力啊！要上啦，俾你睇下天王级别嘅实力，自爆。卢卡利奥格斗啊，格斗同埋钢系，估计佢应该会用波导弹或者系近身拳击剑舞啊，一嚟就好，一嚟就死咗啦，所以咁佢用咧火字鸡啦，火字鸡即系火焰鸡，火焰鸡就加速特性，估计佢应该都系会用剑舞啦，一嚟系咯，保护先，保护加速特性之后再剑舞应该再开保护，点解系咁做呢佢？殿后嘅话，如果佢个特性系比较劲嘅话，就系铁拳特性。拥有格斗招式嘅就成 1.1 啦，好似。近身拳击啦，火技啦，应该有音速拳啦。仲有唔知，仲有招唔知系咩啦？理论上系咁配啦。好，系呢招嘅蜻蜓反嘅怪力，你咪当我有爆炸拳系嘛？哇，我快啲喎，居然，哇，真系爆炸拳系咪？走走走，你讲笑真系，即刻走咁啊！一招啊，电击魔，哎，电击魔好啊！电属性地面系多数都会系雷拳、冰拳、火拳、三色拳，再加一招唔知咩，应该地震交叉切咯。啊，系仲有啲格，仲有啲格斗，佢系格斗噶。OK 啊，唔错啊。呢度招，哎，呢度唔好，呢度走一走先。呢度换一换钢料，换一换钢料。系啦，我换钢料最好嘅。念后出翻嚟啦，遇翻地震雨啦，地震啦。哇，近身拳击啦，冇错啦。好，有个咁嘅，嗰叫咩啊？一血根系啦。我换钢料呢度。哇，死咗即刻，死咗黑老家，黑老家用咬碎，咬碎。卡波狼啊，卡波狼嘅话就系喺地下转嗰只嘢啦，咁就可以用呢只其实。好 ，OK， 好啊，寄生种子，寄生种子，靓波啊，之后用，佢应该有机会系有呢个嘅嗰啲叫咩啊？飞行嘅招，燕返系啊，燕返。咁我再转地震雨先啦，岩石风我用 ，OK 唔紧要啊，呢度用。三步步，三连踢 ，OK， 顶得顺嘅，
冇问题嘅。三连踢，哦顶唔顺啦，冇问题，唔系难度啊，火喷，轻松。不得不承认，你系靠个实力咧通过测试你啊。接下来冇嘢讲，走啊。哦，走啦咁我。冰系道馆系嘛？啊唔系，记错咗，恶系道馆先啱。我成日都记错宝石嗰啲次序。四天王利林啊，你知唔知好几劲啊？好犀，好似好犀利。我起我嘅恶系精灵啊，战场咧毫无顾忌咁战斗，点啊？好劲咧！面对毫无顾忌精灵，你会点战斗咧？大家睇下啦。好，哇唔系我一嚟欧云眼哦，欧云眼我真系估唔到，因为太多招式嘅，太多招可以配啦。干扰又比较上多嘅就系干扰同埋消耗型嗰种鬼火嗰啲咯。阿马威啊你，我谂应该有鬼火嘅，不易打，一嚟就打我，点解要咁做呢？佢个特性系唔记得啦，不易打，佢唔系谂住咁样靠先制打我啊。好 ，Hello 家点啊？佢有招能量球啊？定唔知？总之有招，应该有招草技啊。佢如果唔系出呢只死喎，佢阴谋喎。好似冇乜难度喎，暂时觉得大狼犬啊，大狼犬嘅话就系一嚟出威吓，之后一招加招恶嘅，我谂系应该都系不二打只咬碎嗰啲咧。好，要加攻，我唔应该用地震锁嘅，我应该用呢啲技。喂，犀利，哇，打得咁少大龙铺，我呢度用喷射火焰啦，真系佢用恶技打我嘅，我一定唔出得哈鲁加先噶，咁所以我用。用奇异化咬碎，哇都几痛下位，唔得唔得，走走走，火牙有得喷射火焰，马骝啦，马骝啦，一嚟应该系下马威啦，下马威完冇，应该冇我专爱围巾咁快，应该系下马威啦，嚟冇下马威，咁佢系吸收拳啊，哇爆牙喎，爆牙都打我唔死喎佢，新时亚。新士亚可以照用，或者走一走先呢度，比较安全起见就系走一走先啦。船民就用头打啦，哇战鸟 ，OK 啊，唔紧要。哎呀，我命玉，我偷咗个命玉啊，我的天啊，都唔紧要啦，系佢已经达到佢嘅效果啦。战鸟佢应该唔会救我快啩，系啦，暂时比较少见佢有嗰啲叫乜鬼嘢啊？专爱围巾嗰啲。道具，中个头巾都冇啊！诅咒 ，OK， 好，睇嚟系诅咒赢，跟住回血啦，再加不二打打眼啦。咁可惜我呢只嘢系唔会打人嘅，咁你个不二打冇意思啦，已经，我慢慢吸死你喺度。你就慢慢加密防，我一阵间再用嗰招，特攻打佢啦。好，醒目嘅就咁用啦，嗱系啦，回血，咁即系我一定要走啦喺度。因为我如果佢不断回血嘅话咧，太嘥时间啦。最高特攻嘅一定系黑老家啦，唔使谂啦。咁啊，呢度用翻火焰喷射啊，或者可以话佢应该会用月光，咪喷多下啦，应该死嘅，系啦。OK， 强大嘅精灵咧，弱小嘅精灵都系呢一厢情愿。真正强大训练师就应该咧为自己中意嘅精灵咧获得胜利而尽全力噶。你好不错，我明白嘅最重要。度嘅测试喺下一个房。好，帮你回复下精灵啊！哇，其实比较都唔系话难喎，老实讲，道好似最后一个啦，孤军之路最后一个啦，打孤军啦而家，哼，道嚟啦，等咗好耐啦，我知道凭你嘅实力咧，总有一日会嚟到呢度，唔需要多余嘅语言噶，可唔可以通过到联盟嘅最终测试就睇你同你嘅精灵咧如何啦。作为咧冠军龙之使者道再次参上，好，花飞啊嚟花飞。化飞嘅话应该系有岩崩、岩崩啊、飞行技啊、岩崩，一系一招自由滑落，有冇自由滑落我都唔知道呢度，可能有招飞行，飞行技一系拍翼，一系就系咯，太清楚呢只我都，哇一嚟又烟化，呢招蜻蜓化，打密攻，哇好难打呢只嘢。哇大王啦，佢呢啲嘢一定龙武，我咁讲呢啲嘢一定龙武，咁样走一走先啦，佢一定龙武呢啲嘢，
逆轮喎，但系一嚟就 OK 啊。龙武啊，放掉先。云嘅，你又钉先。哇，喷射火焰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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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地震雨，咪打自己啦，好唔好啊？唔好打我，乖。逆轮，黐线啊！逆轮，我边度顶到啊，大佬呢招？我只钢鸟中咗一招逆轮，已经咁样，我只奇异花中咗一招又系咁样。地震鲶鱼嘅话，又冇用啊。雪文黑路加，换黑路加嘅话都系死嘅。清明清感清绵鸟，佢飞龙，飞龙可以用鬼打，但系如果咁样我就冇咗一个特攻型嘅战力。话时话，点解我用冲浪龙系可以半减做嘅咩？要打啦，唯有系咯，晕打自己啊，唔该。你已经成三弯冇打自己嘅，再用埋地震添。嗱，靠，睇下佢会唔会打自己啦，打自己就 O K 啦。啊，唔系、哦，我专爱围巾嚟、哦。Shit， 唉，咁样其实都几大镬噶啦，我一只俾佢屈死咗啦呢度。唱歌。出面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起身做先，回一回血先呢度，顶，哇，逆鳞叶都冇死啊，哎 ，hello 噶，喷射火影之球啊，花飞，花飞点打？有得翻三只，过未啊？岩斌应该都死啦，系啊，死咗啦。呢度用翻用边只都拿嘢又系，说文先啦，好得喷火龙，都系惊惊死细胞，一招之教打到未？打到未？哦，冇啦，系 kick 嘅只，即 kick 嘅只暴荣猿度，如果唔系暴荣猿嘅话都 OK 嘅，都打得嘢，但系就暴荣猿真系比较棘手少少啊。一嚟我冇雷技啦，又冇雷技，又冇龙技，又冇冰技，所以其实都几恶搞吓。冇理由我升咧青面鸟噶嘛，系咪？即青面鸟，系升青面鸟都得嘅，冇乜所谓嘅。系咯，同埋今呢一、這个绝对系 D N 啲技咧，非常之难有啊！你想配技咧，唔系咁容易。首先你要有钱。第二你要有碎片嗰啲或者其他道具，佢今集咧系限制你好多嘢，所以系比较麻烦嘅一样嘢。但系好彩嘅就系今集嘅联盟，你见到啦，唔易打，唔难打嘅。我咁嘅队伍都打到咁样，都其实已经算系咁啦。我睇翻，我一阵会睇翻我自己嗰啲掉温嗰啲片啦，掉温啲片应该系卡到黐线。我唔知系第二集目已经系第二集目先系咁啊，定第一集目都系咁，咁就唔清楚啦。系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先，下次继续翻嚟打天王，系咁先，拜拜。